我从小生活在富区，爷爷是一中的工程师，父亲是一中的高级技工啊。我也是董事长第三代，但我不是工人，我是网红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啊！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弗拉尔基著名网红，我的名字叫阿宇的快手直播。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我叫孟凡宇，今年36岁，我现在每天晚上在各大平台做直播，平时呢晚上也在酒吧驻唱。哎呀，你们还想听什么歌？如果有礼物的话，你可以走走；没有礼物就那么着啊，咱把心点点。弗尔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城市，做这一些，包括做歌手啊，包括在网络直播。其实最开始家里人，包括很多的同学呢、朋友啊，他们都不理解。在我们老人眼里，就是说我们要大学毕业回来，要进一中上班，要工作，这个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正道。在酒吧应该是9点钟，我们9点钟到酒吧。很多客人去看我演出，他们会觉得他们会开心，会很快乐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在心目当中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快乐，也找不到人生自己的目标。我们这年轻人对待富区的看法，就觉得富区现在特别萧条，就好多人已经把这个日子过惯了，他已经面对不了现在所谓的一种有些滑坡。所谓的现在滑坡，就是把那些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的人去给他去掉了，就真正有实力的人还在中场重用他，他会多少影响点我们这个整个富区的经济，就是一定 GDP。 但是我觉得对于说你像一中会没有发展，其实国家大经济在经济转型，我觉得一中以后没有问题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这什么时候？这是这你才五岁，四五岁的时候。可能一中曾经是一个很辉煌的，以前我记得小伙伴每天我们都依附在就是一中的怀抱下，假期一中给我们学生发一些联票看电影。但现在我也问我女儿，我说你们上学发不发联票？其实在对于他们来讲，不懂得联票什么意义。我女儿现在也看电影，只不过去什么万达影城了，不会去像以前那种电影院了。我们下一代的人，一中对他们的概念好像没有我们这么深刻，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一中长大。其实我也可以完全离开富区，但是因为我有一份感情，有一份爱在这里，无论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会有什么的改变，我都不会离开这个地方。